想不到双极龙真的很凶欸，我觉得大型宠物很容易被双极龙干掉。太多次了。容易啊，我的小猫咪也是啊，我的吉贝龙也是啊。要在这边盖建筑物吗？可是我觉得这里的莓果资源会比较少一点。前面比较多是不是？喂，对面为什么是黑色的地啊？我一直很好奇欸。沼泽地啊。那也就是沼泽啊。哇，那个是暴龙吗？暴龙跟吉贝龙都在这里啊。霸王龙啊。可是这样子感觉那边好危险哦。你说在这里吗？这里不错。这里先盖一个小小看起来很和平啊。这里要盖一个那个飞鹰纪念纪念的啊。我要纪念一下飞鹰啊。哎、欸、这边好多双极龙哦，打一下。对啊。你、欸、这一头龙是干嘛？一直推我。揍他！你为什么推风哥？我帮你解决他。那个刚刚那个暴龙推了我一下。啊，我有点累，想先睡啊。哎、欸，不知道坐床。对啊，坐床。好肉。床有缺东西吗？我把皮革放在里面。茅草纤维。木头，缺木头哦。树好远哦。对啊，缺点就是树都超远的。要砍一棵树都要走这么远，这里太空旷了啦。闲来无事是不是？吉贝龙在那里欸。想说还起雾啊，你这边现在要行动也不方便。吉贝龙要收很久欸。不要驯服吉贝龙了，你还要一直喂他麻醉药。真的，你为什么还要收两只？因为带不回来啊，一只带不回来，两只才带得回来啊。我要收服暴龙，好不好？这个吉贝龙真的超近的、欸，可以完美卡点呢、欸。之后啊，之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肉食恐龙大军了。看一下收不收得到暴龙好不好？你要现在收？我闲来没事啊。哎，雾散了，可以走了。对啊，可以走啊。我那三条恐龙也只是就放着啊。我记得它不会那么快昏迷，不会那么快醒来啊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往这个家的看着河边往右边走一点，会比较靠近中间。不过你要用跑的了。哦，只能自己跑、啊。旁边好像还有翼龙，我想偷抓一下。对啊，我们来抓一下好了。我身上还有一个鞍，抓到马上可以用，马上飞。看它，哎、欸，这座山不知道有没有巨鹰哎、欸？有的话也可以，另一座对面那一座有。马上抓，马上抓，马上飞。那座山的附近应该有那个黑曜石。冲头龙是吃什么？哦、oh, ，吃肉？没有抓过哎、欸，唔知。什么头龙？冲头龙。冲头龙就头圆圆的，会一直撞你的那个。我圆了哎，那个没收过的来这附近哦、喔。那个等一下就会有图鉴了。我会一起有。会一起有啊，我记得应该会一起有吧。我们是部落哎、欸。那这是什么过世、啊？部落。换一下紫色莓果、啊，我不晓得他吃什么哎、欸，我想都得要看一下。他有、欸、有他那个全部都有加了。莓果，我去装个水。吉贝龙还在那边晃来晃去的。等一下会不会暴龙就走过来了？欸、吉贝龙跟暴龙会互打吗？会，没看过哎、欸，他看他的图鉴感觉要会啊。他们已经很靠近哎、欸。我来偷射一下，看射不射得到暴龙。哎、欸，隔壁还有猿人呢、欸。好了，暴龙不理我。我把吉贝龙给杀了。你加油。这里有一只蝎子哎、欸。我刚刚有看到，你可以驯服一下。不要了啦，先驯服这两只就好。哦，失明了，失明了。蝎子。一堆双脊龙哎，这里。因为我们是同一个部落的，他驯服也不知道算谁的，对不对？谁喂的就是谁的吧。
可是如果我也可以拿出来再放进去，不是吗？那应该就不算你了。应该是没有分吧？对啊，我一直都很怀疑这个到底是什么。双节怪，小猫咪来喽！你是用麻醉还是箭矢？箭矢。那要打他哦，我来帮忙。这个要他怕要打他怕他怕、欸，他去打乌龟了吧？要打死他是不是？要死了、啊。死了。这么快就死了、喔？第三而已、欸，升级了。那拿去给那个翼龙吃，应该会很快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有子肉。来、啊，交给我。61等哦。想说这样比较快啊，优质生肉。哎、欸，驯养成功了、欸，我可以命名了、欸。好大。什么？我没有拿到图鉴。我没有拿到图鉴哦、喔。快、欸。那你有图鉴吗？我早就收服过了。哪尼？收服这种奇怪的恐龙。头头，头头，未入流的头头。你们都没有收服过冲头龙哦？没有、欸。你都每次看到就先略过了，就走过去了。你们都不屑。其实我还没有收服过剑心象。你才不屑剑心象哎、欸！我还驯服了两只胖子，我真的是不屑收服哎、欸。那个快要晚上快要结束了、啊，白天再出发好了。对啊，等白天了、啊。月亮好圆啊！超圆的，它是不是只有月圆呢、啊？你那月光好猛哦，超亮！我从来没有看过它有其他的那个出现的。哎、欸，我的头头来了，鬼来看一下头头。头头。头好圆啊！他这个攻击好像可以把人家撞晕哎、欸，是哦，他有晕眩的效果。哎、啊欸，他也可以做哎、欸，他的安可以当场做吗？他的安没有学。头头的安，头头的安，你们有学吗？不屑学，没有哎、欸，不屑学，好像蛮前面的。我自己看一下。他的安不屑骑头头有看到了，跟麻醉药隔壁，哎、欸、不对，驱虫剂隔壁。真的耶，九点呢？九点，你们都没有人学哦、喔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然后我学，要学。你们都不学的，我学。应该不会很难做啦。我看一下，搞不好超简单的。看一下哦、喔，110个皮革，20个木材。哎、欸欸欸，三角龙、欸，为什么三角恐龙也得我命名呢、啊？为什么？那是我的哎、欸，他叫角角。我命名完了，我帮你命名好了，角角。我的三角恐龙为什么你要叫角角？角角。啊，应该是离你最近。好啦，哎、欸，肉烤完了。我兽皮擦十几张，纤维擦两哦，有我这边有皮，放在箱子里。你都没来打恐龙，我刚刚有打哇，这么多哦，我不需要这么多。哎呦，冲头龙的安做出来了，我都没有带水瓶呢。我有带一个水袋，水袋只能喝一次是不是？对啊，还会漏水，还会漏水，烂透了。啊，你就骑头头就好了，你不要骑我的跳跳啊！哇，我骑我的头头，我看你的速度头头，我们走，好慢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头头很快、啊、太慢了啦，你还是骑跳跳蛙啦！头头好慢哦、喔！我们才不想等你！头头，你用头头太慢了，头头顶我啊！头头顶不到哎、欸，我看一下他的攻击模式，他的攻击怎样？他在干嘛、啊？我要摸他的头，他也可以跳哎、欸，头头会旋转的。在干嘛、啊？头头在撞，他在撞，而且撞一撞就晕了、欸，就累了，撞累了要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，再来，来到头头前面，你不要打头头啦，头头会痛啊。不会痛，不会痛。我不要走了，你自己慢慢来。我完全不晓得头头在干什么用的。那个有点像渡渡鸟的概念，有没有？啊、这么惨啊！意义不明。走走走，全部都走。
好不好？哇！哎、欸，那边有重量有空的吗？想把那个什么巨鹰的安也先带着、啊。我想说角角的三角龙，三角角角角可以。要带他走吗？角角都带走，都带走，都带吗？要、啊、走很慢呢、欸。角角走很慢哦、喔。对啊，你跳跳蛙先到前面啊，角角先留在这里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好好。角角头头先在这。好的，翼龙。那个翼翼可以帮你带一点。你做翼翼，我做跳跳蛙。好。对啊。你说要往这边走是不是？重量有点满。哎呦呦呦呦！我都卡到了。放在箱子里啊，反正有箱子。咻咻。前面的沼泽哪一片啊？我们要到对岸去吗？你那边的话是往回去的路走、欸，你不是想要回去的地方盖吗？我就是想要往这边走啊，因为这边比较靠近中心点、啊啊欸。对啊，比较靠近中心点。前面那个是什么龙啊？牛龙吗？牛龙。不要理他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行，我们不能再走了。好，可以了，重量终于弄好了。这里可以吗？这个环境不好是不是？你这里跟刚刚的点根本没走几步路。我是想到对岸去啦。对岸哦，那就去对岸啊。对岸哦，对岸感觉很凶哦。这是双棘龙，又是被棘背龙哎、欸。哎呦，蜻蜓哦。超多的，这里超多蜻蜓的。螺旋攻击！哎、欸，我打了，快逃，快逃，快逃！你要打巨蜥！哎！打巨蜥了。对啊。快跑啊！啊，他在追我，他在追我。你自己解决一下。那我解决方式就是飞开啊。欸、脊背龙快要被咬死了、欸，我看到他流血流一半了。我们难去。对面会不会比较好？补个尾刀啊。可是对面都是山呢、欸，那边资源应该，所以要再往前跳。哎、欸，你要往这个丛林上面走，这里好多金属哦。有山啊，山边。你说山上面吗？哎、欸，这里，那个是该不会是精英怪吧？又哪里？这里有精英迅猛龙哎、欸，精英迅猛龙。迅猛龙，对啊。不要再精英迅猛龙了好吗？哪有这么多精英啊，我在这个两个金属石头旁边，要在这边吗？设据点，新家预定地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哪里哪里？因为我没有办法飞，我没有办法像你们哇暴龙哎、欸！哦，这里真的能设据点吗？哪里啊？我觉得你要想一下。一出生就被咬。你要想我们的那个新尾兽哎、欸！哦，这里有新尾兽。哇，隔壁那只是什么？好可爱啊！暴龙哦。暴龙、啊。哎、欸，有猿人在跟暴龙在打哎、欸。猿人会输啊！哎、欸，真的有精英怪哦！看到哎，迅猛龙，迅猛龙声音了，有什么东西又打起来了？打好久。新尾兽哦，新尾兽和迅猛龙打起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谁会赢。哇，哎、欸，这边有白色的暴龙，好帅、欸！哎哎哎，想打我？你打扰他们的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感觉新尾兽要输喽。不会，新尾兽应该不会输啦。巨魔龙还找双棘龙来，二打一啊！就绕小弟。对啊，找小弟。哎，我来这边帮个巨猿好了。他要输了，他要输了，巨魔龙要输了，巨魔龙要输了吗？新尾兽输了、欸，新尾兽好强哦、喔！新尾兽应该不会死啊，防御很强哎、欸，它应该是像甲龙一样防御超高的，好猛哦、喔！对啊，很猛哎、欸，可是双棘龙，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怕双棘龙的、欸。哎、欸，解决霸王龙了，新尾兽才八等呢、欸，暴龙死哦！对啊，解决他了，你干掉他的哦、喔？对啊。那刚你在保护猿人哦、喔？对，他刚跟猿人打超久，顺便揍他。猿人也快死了。猿人等起来饿而已。我哪还撑那么久？前面还有一只哎、欸，前面还有一只大型怪。哇，猿人真的快死了。嗯，好多肉。
你要想我们的基地附近会停很多的恐龙啊，然后会蛮大的，在这种地方，好吗？好像恐龙会被灭，所以这里不适合是不是？主要是对面的那个山丘感觉就可以了。资源，你说对面的那个山丘吗？你觉得嘞？在那个山上是不是？这边都只有三角恐龙。这样子要盖平台哎、欸，要我很想把平台延伸出来，看能不能盖到外面来，哦、悬空盖到对面来。这里地还蛮大的啊，而且蛮和平的。可是那里要上去好像不容易耶、欸，就是要到对岸来好像不容易耶、欸，除非有特别的盖法。就游一下泳了。这里的缺点就是没有莓果而已啦。这个黑黑的到底是什么、啊？莓果好像只有在水里哦、喔。这个黑黑的，黑黑的为什么在水里？有普通的石头吧。好多虫哦、喔，青蛙，青蛙。哇、哦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青蛙帮忙。哇，还好有跳跳蛙在啊。快去舔啊！舔舔舔舔舔舔舔！哇，那青蛙也会游泳哎、欸。青蛙会啊，你不知道青蛙会游泳哦、喔。水都超快的、欸。你的生物怎么学的？啊、来了，引来了四只食人鱼你的生物怎么学的？青蛙会游泳都不知道。哇，好快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路上有好多蚂蚁哦。你游到对岸去，我坐翼龙过去。等等，我要先舔。哎、欸，他们跟甲龙打起来了。哎、欸，甲龙很硬哦、喔。甲龙了，甲龙不太好打哦、喔，它很硬。帮一下啦！有有有，我帮你打蚂蚁。还有蚂蚁、啊。甩出去了。有死了。甲龙都干掉了。有舔走甲龙了。好好好。要到对岸去吗？好啊，那你骑我的翼龙，我游过去。你的翼龙在哪里？波音嘞。波音嘞。波音。波音嘞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波音嘞？哎、欸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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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后面。哪里？哪里？后面，后面，我就要跟过来。后面是不是？好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。挺好高。游泳了哟。这个。挺好高，好讨厌哦！你要下来，要下来，给我下来，跟着我下来。翼龙好可爱哦！这个翼龙，每次我觉得做到翼龙都好累哦。呀，这里吗？三只三角恐龙这附近。所以要在上面那个平台，是不是？那、欸、你刚好突出一块、欸，感觉这里你看，如果我们驯服一堆恐龙，这里都还不错停，是可以啊。所以要在这边、啊，这里石头蛮多的。欸，这边有小猴子，树好远哦、喔。有一只棕猴，所以要在这边了吗？好啊，确定了吗？小猴子，我是 OK 啊，看你们。还是再靠近里面一点，靠近树一点，这里也行啊。不要这么外面，這附近都还可以。这个地带我觉得都可以啊。这边好像草食的比较多，那就在这里了、啊。我去挖一点树来。有害鸟哎、欸，我还没驯服过害鸟。害鸟没听过哎、欸。害鸟是什么、啊？哪里啊？而且我不知道我的头头去哪里了。咦、欸？他有跟过来吗？我有让他跟随哎、欸。飞那么快应该 跟不了啊。对啊，走那么慢。他有爱心哎、欸，所以 是附近还有一只。我原本打一只啊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又来一只。那麻醉一样、啊。菜鸟，你们在哪里啊？你们在哪里？在旁边而已、啊。面向河的左边。面向河的左边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有青蛙嘞，我在旁边。面向河的左边，舔一下啊。
我来看一下害鸟长什么样子。这个就是害鸟。对啊，他以前的安还没办法学，现在可以了。他以前的安是英文的。害鸟是长得很像鸵鸟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鸵鸟那是另一只。长得很像鸵鸟，所以有渡渡鸟可以驯服吗？哦，这个长得也算有点像鸵鸟啊。还有渡渡鸟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渡渡鸟干嘛啦？被你发现了，明明就有搜过。对啊，还有另一种的也蛮像这种头很小的，我忘了叫什么，听说跑超快。那个吗？三人座那个吗？对对对，四基隆的样子。四基隆，人家说可以三个人坐，我不知道。三人坐骑。三个人可以坐。三个人可以坐，太酷了吧！等下重量，这样不就三个人的重量吗？他的负重有这么高哦？我觉得应该没有。我来把那个巨蜥干掉好了。哇！哎，剑齿虎。哎，零零三。秋风，我又没有在波音山旁边，你为什么要叫我？波音山，波音山为什么会被剑齿虎干掉？是哪里的、啊？在哪里死的？波音山，剑齿虎呢？波音山在哪里的、啊？我怎么知道波音山在哪里？剑齿虎的话，一定是在高山啊。欸，你搞不好早就认为波音山已经死了。啊，就是被你弄不见的那只啊！就有弄不见的那一只，你还记得吗？不是你带两只走，然后两只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，那就是波音山啊，所以还是没有错啊，秋风。那为什么我的没有不，我的人，我的那只为什么没有死？我一起不见的啊！我怎么知道？为什么我的没有死？怪你没有错啊，秋风。又念我的名字，又有虫啊！不要再咬我！不要再咬我！你那个牛龙在哪里收服？我打到一些优质肉了。在一样的地方、啊，水的右边，一样的地方。刚刚你那边害鸟那里，害鸟也是吃肉的，你都给他们吃。害鸟也吃肉，在波音这里吗？刚刚你不是来看？哦这边在播音这吗？有吗？我飞在空中，你有看到吗？等一下，我口渴了，我不行了。靠近水的左边啊！又要吃一点莓果了。你那只优质肉不要腐烂掉。有这么快哦？优质肉超快腐烂啊！两分钟还三分钟就坏了。再往前，靠近水的左边。再往前。左边。看到了。我一直来回奔跑，难怪这么渴。这边有三只，三只都吃肉了，交给你。你又收服了什么？就害鸟啊！原本只要收服一只害鸟啊，全部都来，我也没办法。所以三只都吃肉了，每个人一个优质肉。好诶、欸。害鸟这么多，哎、欸，害鸟好了。哦，害鸟图鉴。哇哦！我起名诶、欸哦，没有拿到。为什么是你起名？嗨嗨。那我要守在另外一只害鸟旁边。哎、欸，这个还好久。是我起名的、欸，对不起。我要去喝水了啦，我不行了啦，我口渴了。我生命只在他就会。我要站在他身上。我待在他旁边，他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而且你把嗨嗨带走了。我把嗨嗨带走了。因为你起名呢，所以跟着你。我只不过要那个而已哦，嗨嗨走这么快哦！来喂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这边哎、欸，收服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、欸、哎，剑齿虎有剑齿虎，哪里有剑齿虎？哎、欸，那什么？这里我们这里剑齿虎，有干掉他，干掉他！哦，意义，你觉得？